你好，老板。哎，你好。这卤煮咋卖啊？35一份，来一份吗？35一份，行行行。好嘞，给你做一个啊。这个是火烧。哪里的火烧？东北产的。东北产的啊？为啥从东北产？东北的比我们这里好吃啊，少说话，多吃饼，好，有助于长个。这是啥？这个、是炸的豆腐。炸的豆腐？对。怎么没看出来它是炸的呢？炸过了，然后再卤一卤，这样更进汤汁儿。好、然后再来上一块这个猪肺。猪肺啊？对，这是左面的扇肺，这个口感比较好。你确定？对。这怎么看起来像猪肝啊？这是猪肺，猪肺，你看啊，猪肺啊，加上一块猪肺，然后再来上一点这个猪肝。猪肝？哎，对，这个和刚才那块猪肺差不多。你是老板吗？完全是不一样，完全是不一样的啊。你这装也切，爱吃吗？爱吃多给你切两片。爱吃爱吃。啊，这个猪肝送给你了。哦，行行行，谢谢。然后再来点这个护心肉，你看，哇，就是心旁边的那块肉啊，啊，这个也送给你了啊。这也送？对对，这个也送一片。好嘞，再来点这个，然后再切上这个叫什么呢？这个是五花肉啊。五花肉？对，特别好。以前叫酥燥肉。肉给你多切两道啊，也送你了啊。真的吗？对对对对，就这么漂亮。好嘞，然后再来上这个核心的。我们这个肠呢都是直肠的部分啊，就是直肠，就是靠着大家懂你懂的啊。这个口感特别好啊。口感特别好。对。切两刀啊，好，好的好的，漂亮吧，够不够？这个送你的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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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给你切两刀、哎，够了够了够了，不要了不要了，一直到满意为止。好，然后上面呢，再给你来上这个酱汁儿、这是灵魂的，叫芝麻酱。芝麻酱，哎、对，这个叫韭花酱。韭花酱，哎，少来，好好好，少来是吧？辣椒吃不吃？吃吃吃吃，我们有两种、一种是这个小米辣，一种是这个油辣椒，口感特别好。是吗？大蒜是灵魂，到了山东必须吃上。我天哪，买这么一大勺。香菜呢？香菜不要了吧？不要了，送的送的，没事，给你的、给你的，送的送的送的。老板，我有对象啊，为什么要送我？我也有对象，别想那么多。好了，来，这个是，这什么？花椒油啊，天气有点冷，你想麻死我吗？零下五度。零下五度，反正你有对象了，麻死也不要紧。这个是醋，哎哎哎，好好好，酸一点。然后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灵魂的卤汁，哇、然后加上这个，哇塞，你看，就这样一碗，啊，好吃不贵，经济实惠，好，哇，这一碗只要35块钱，你觉得怎么样？35块钱，好，谢谢老板。好嘞，你只要用嘴吃，觉得一点问题没有？不用嘴吃，还用手吃？对，你说的有道理啊。好，让我们来尝一尝这个猪大肠。新鲜现煮的，我这可是特级厨师制作的啊。嗯，味道就是不一样吧。嗯，大肠有大肠该有的味道啊，有大肠独特的味道。你们知道那种味道吗？特别的，这是五花